全都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把每个角落照亮。手机忘了带，迷路慢半拍，傻傻天然呆，哎呀状况外，粗心的女孩小确幸满载，魔法把王子变出来，哒哒啦滴滴哒，世界快速幻化，会初心不变啊，那就完了呀，哒哒啦啦滴哒，看糖果满天撒，好时间要成熟，初心女孩是人类的解药，任何困难都能陪你达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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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时间就快到，任务倒数三秒，她微微的笑，每一处都是城堡，她微微的笑，世界将不再乱糟，她微微的笑，所有梦想都在燃烧，爱让整个宇宙更美好，哎呀神奇的魔法解药，偷偷祈祷，努力祷告，因为你宇宙更美好。忘了带，迷路慢半拍，傻傻天然呆，哎呀状况外，粗心的女孩小确幸满载，魔法把王子变出来，哒哒啦滴哩哒，世界快速幻化，未知心不变啊，快拿出我的呀，哒哒啦滴哩哒，看糖果满天撒，好时间要成，不忘初心，当初那个模样，一步一步都在成长，他微微的笑，每一处都是城堡，他微微的笑，世界将不再乱糟，他微微的笑，所有梦想都在燃烧，爱让整个宇宙更美好，他微微的笑，每一处都是城堡，他微微的笑，世界将不再乱糟，他微微的笑，所有梦想都在燃烧，宇宙更美好，因为你宇宙更美好，拿出魔法棒，把世界全都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把每个角落照亮，拿出魔法棒，把世界全都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把每个角落照亮，把世界全都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把每个角落照亮，拿出魔法棒，把世界全都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把每个角落照亮，
吃掉我每个黑色细胞，别跑！气氛在发酵，换上一场重感冒，一个喷嚏变一个粉色风暴舞蹈。你们如此的活力满满。好了好了，我们请出刚才表演的六位成员，来来来，各位回到台上，请回到台上。真可爱是吧？你们就可以闭嘴了，不要拉踩可以吗？知道人家两个小妹妹刚出来的时候拿那个灭火器什么吗？叫你们就不要那么激动，淡定一点好吗？今晚的快乐延续到后面，多延续两天，不要今晚就直接把自己给嗨过头了，好吗？好的，两位小妹妹，你没有看他们的表演吗？有啊，能理解吗？
没有，我就问啊，有看懂吗？嗯、大概看懂了。大概行，那你们说一下吧，你们眼中的他们。就是，你们成年了吧？没有。对不起，姐姐们就是稍微那个了点。对。就是、有看懂吗？有，就是他们就是像是王子跟女仆。没错，棒。对，然后太聪明了。然后另外一组前辈就像婚像轻婚纱。对。哦，这个，仙女。婚礼。对对对。小孩子的世界里面都很单纯，就是看到都是事情的。我有说什么吗？你们不要这边乱揣测主持人自己的内心好吗？我内心也是非常纯洁的好吗？好，这小朋友的世界哦，非常想要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平时对故事研究多吗？啊，对什么研究多？就是各种设定，就感觉你们哦，我刚刚听成护士，我心想，我该不会又给你提供了下一个故事？对，下一个又护士，真不错啊。所以谁想的那么多设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先选的这首歌，对，因为嗯，小琴一直都比较喜欢可爱的歌，然后就一直在听，比较喜欢随她的步伐。对。万一你们一定要和隔壁那一组小妹妹 PK 一下可爱，你怎么办呢？他们是那种就是小学生的纯可爱。小琴站到里面也非常可爱的是吧？哎，但是我对我们的舞台有一个。那个声明就是，就是其实呢，我们这个舞台呢，女仆和王子其实刚刚那位科代表选的，其实我们准备了三个舞台，就是抽签型，对，就是让他选择，所以就抽选他当科代表，然后选了我们接下来表演这个舞台。哦，因为我们喜欢的歌有很多，对，公主裙就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没有想过像要像他们一样就比较的文静吗？他们主要是仙女，就是文静点，就是也蛮好看的，比较接地气一点，是不是？对，我们那问一下仙女的看法。你们想着要这么可爱蹦蹦跳跳吗？因为之前那组会比较性感一点嘛，就第一轮的时候你们。然后现在又这么的文静淑女，想不想尝试一下可爱的风格？我挺喜欢，他挺喜欢。我喜欢可爱的，但是我喜欢糖的那种可爱，就是这种蹦蹦跳跳的，我可能就是没那么元气。我很能理解，我很能理解，就那种小甜的那种调性一点的那种可爱。就是只要坐着，然后动作不是很大，就不蹦蹦跳跳的就好了。那如果非要让你们评价一下，就是他们两种可爱，你会选择哪一种？就非得选一种吗？一定要选择吗？啊，这好难啊！那你拿票哎，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让给六六七七，他们是确实是着实可爱。我在下面都想生女儿了。前提是像他们这么可爱的女儿。确实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好想有个这么好，就是可爱的女儿。我想加入他们。你们的未来想的都好遥远哦，哈。那你既然是一个那么有点子的人哦，如果要给他们介绍一种可爱的人设，你们觉得他们俩比较适合什么和什么？我觉得吧，首先呢，这一位他金发耀眼，他就是他比较适合就是那种就是学校里面的那种就是有一点就是会提着那个酒瓶子这样。但是呢，内心很温柔的女生，然后呢，她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就是，小害羞的那种女生。然后你们两个的爱情故事，下次就演这个。可以。那记住了吧，两个人的人设。好的。就现在带入一下那个人设，然后呢，你就从那边走，你就从那边走，然后两个人中间相遇一下，看应该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我提着酒瓶子。就你要霸道一点，霸道一点哦。其实你这种小害羞哦，我只会就是那种二流子的那种，就变就是那种墙角抽烟的，不是，我只是说那个
剧里边的，就比如说剧情里边的。放荡不羁型，好吗？好，现在我们放荡不羁的漂亮的女同学和另外一位小害羞女同学相遇了呢。哎，开饭了，放饭了，要去吃饭了，然后走，两个人走，走在中间碰到了。等一下，等一下，当你这个。你说丑，这故事已经结束了。这故事已经结束了。我应该吹口哨。吹口哨，行，你先吹，你先吹。完了，应该就美女走过来了。喂，美女，加个微信呗。哥哥好喜欢你这款类型哦。请问两位小妹妹看到这一幕世风日下的场面有何感想？挺帅的。希望大家可以健康的成长，就不要学坏。对的，不要学这种。开开心心就好。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我们欣赏下一组的表演吧。谢谢大家。Yeah.